因为争斗心会产生嫉妒心，一旦心生嫉妒，你就修不成了。不要执着于修习的进度，只要你心存正念，你的功夫自然会精进。我好像明白了些。当你命在旦夕之时，你念念不忘的是救民于水火，这就是正念。我们继续休息吧。思虑过多也有伤凤凰的。我感觉心情沉重。认识自身的局限是痛苦的，超越自身的局限更是艰难的。我如何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呢？你必须清楚，这些局限并不是你的一部分，它们被加在你的身上，但并不是真正的你。真正的你是这个世界的希望。你要珍重自己，舒燕。多谢师父传我以智慧。凤凰之道在引领着你，舒燕，不要失去希望。今天舒燕也将参加比试，不要总想着赢，只要想着提高自己就好。舒燕，你对冬梅。你让着他并不是为他好。我没有。不是说你。我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很明显吗？就是，有眼睛的都看得出来。玉虎，唯一明显的是一个人的不足，下面你来对保家。来吧。等了一天就是为了看这场，上啊，玉虎和大块头。保家要是使大力神拳怎么办？在铁布衫面前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开始。这是他今天毁掉的第五根柱子了。去，玉虎，我是个大笨蛋。不，你只不过是个大块头而已。为什么玉虎抵挡不住刚才那一下？他又让自己的怒气坏了事儿，他一发怒铁布衫就不灵了。师父，我又莽撞了。我已经练了三个月了，但还是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道。过去三个月以来，你的进步很大，为师看重的是内在的改变，而不是外在。孺子可教也。舒燕，你和玉虎过招。但是这样不公平，他受伤了。听听，公主说的多好听。他还真相信有所谓的公平比试。我下注新来的那丫头赢。
下注，有钱吗你？没钱就不能赌了。你是神算子，能预测谁跟你赌谁倒霉。你们两个天才少年给我闭上嘴行不行？我这还有个公主得收拾呢。凤凰出来啊！什么凤凰？我看就是只小鸡。这就是你的目的吗？引凤凰出来？万一凤凰的威力伤到其他人怎么办？你难道没有想过吗？玉狐，不要因愤怒而丧失理智，不敬神灵是会误入歧途的。没有人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。训练到此为止，玉狐。你留下。冬梅，你见到玉虎了吗？从早上到现在就没见过，他也许在反省吧。有点不对头，我去找他。很好，时间不多了，目标在西北，出发吧。哦，你现在还学会跟踪我了。我是在找你，你看上去焦躁不安。焦躁不安，不愧是贵族，就是会装腔作势。我看你是在逃避，因为你无法做到超越自己。哦，是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吗？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、明哲保身的臭丫头。别挡道，小鸡雏，我可不想把你的小胳膊小腿给碰折了。我们中任何一个单独行动都不会成功的，我们必须联手才行。就凭我在真人门下这么多年的资格，你也配和我联手？你根本就不是甘巴塔的对手，我得说多少遍你才开枪。
好好谈谈嘛，让赤龙诅咒你吧。